台湾漫画家日下早挑战传统婚姻观念的作品《三个不结婚女人》在网上人气超高，甚至还有恶创漫画印象曲。继先前公布搬上戏院大荧幕计划，日前再度迎来同名音乐剧，作品受到热烈欢迎。作者阿沼老师有话和观众们说：“蛮多读者会私讯跟我说，其实他们对于年龄或是对于就是生活会有很多焦虑，然后但是他会因为这部作品的陪伴，会降低他们的那个焦虑的感觉。那这就是我当初想要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听到原来我的作品是真的有实质上的帮助到。”就是读者们，然后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，并不是我画了有意义的东西，我觉得是读者赋予它变得有意义。作品讲述同住屋檐下的三姐妹各自不同类型，但在与其将就的谈恋爱，不如讲究的过生活。主打不结婚，不需要理由。音乐剧即将诞生，邀请演员赵奕兰、吴志玉以及康雅婷。而身为大姐的赵奕兰，直言承担帅气角色，压力好大。看到这个角色非常非常紧张，因为这个角色是一个奇帅无比的人，所以我的压力其实很大，因为阿沼老师把他刻画得太好了，加上这一次又是音乐剧的呈现，希望可以努力，然后未来见观众的时候可以有很好的呈现给大家。很开心，因为很少有一个剧本就是以女生的这个角色为出发，所以很开心可以在饰演这个三姐妹里面的小妹。收件的截止日就快到了，但我的脑袋还是空空的。童话故事里面的公主，这个芭蕾的主题要怎么脱颖而出？让台湾漫画走向多元发展，承接这次的五口创意工作室，擅长戏剧跨界题材，过去从事原创内容，针对这回作品也是首次挑战既有的重量级 IP， 让台湾内容创作再掀一波浪潮。人间新闻真一家真人中梁海瑶台北采访报道。